你干嘛？要出国啊？朵拉是应该要跟你住在一起，所以呢，我就搬出去喽。平常呢，我有 case， 我都会分给你的。啊，现在你有好处，你就自己吞了。啊，你不懂得跟大家 share 一下，是不是？他是在说演唱会的事情。我知道淑静的离开对大家来说都有一定的压力，在新的主编确认之前，就麻烦你们两位多加担待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 ，TVBS 欢乐台女力报道，正好爱上你。Girls Power。